What?我们已经好久没出国了。今天我特地为了接下来即将可以出国做准备，所以我们来到了 Snow Sensei Park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练习在室内做一些滑雪技巧训练。已经期待很久，本来计划去年2021年就已经要去日本滑雪拍摄一系列节目，但可惜因为疫情干扰，所以没办法去。但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来到新庄，先来做一些室内的滑雪技巧练习。OK， 那我们换装去 ，Go。哇，这比脚踏车的还可以转超多圈。OK， 着装完毕，教练，我们刚刚这样一身穿了超多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们先请教练自我介绍一下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eo， 对，我是这边 Snow Sensei SPK 的教练。你好。那我们就是像我这样新手啊，如果第一次想要来体验这种室内的滑雪教学，有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器具吗？因为其实这边所有东西都是刚你们借我的。是。那有没有什么是每次上课前一定要穿戴的护具？那最主要的话，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盖自己的长袜、哦，因为雪靴它其实我们的雪靴是很长的。对对对。那如果你穿短袜来，这边是会磨到你的胫骨。那教练，我们等一下会进行一些什么样训练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会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很像大型跑步机的东西，先让你转一下。它就是一个大型的雪坎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在上面做一个滑行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这边对，会做一个横向的滑行。那因为呢，很多新手他本来是没有横向运动的体验，像板类运动，它是都是一个横向运动。对对对。对，那我们在这边主要就是让你先习惯横向运动这件事情。OK。因为很多人他不习惯，他可能就会这样。哦，那这样不就卡，就直接刹车就跌倒。没错没错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先练一些这种横向运动，然后再开始往左边，往你的左右前后做侧滑。OK。好，太棒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请帮我们站起来。好，那你的哪一只脚在前面？我是左脚。好，左脚，那帮我把左脚移到前面。很好，好，帮我把你的板子往后推。很好，来，你的屁股往这边。对对，这个是髋关节，这个髋关节往前、okay、往前动、嗯，往前移动，压在你的前脚。我们先这样稳住就好了哦。好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帮你撒盐水。好，速度快一点，我们现在速度是4。往这边移动，走，喂，用看的好像很简单，对，但做的好像做不太到。你要眼睛帮我看那边。OK， 先 heal。我觉得我慢慢抓到那个往前倾的时候，像教练讲，我一开始啊，我的屁股会习惯的往后坐，所以我再怎么往前还是前进不了。没错没错。但其实我后来稍微把蹲姿稍微拉高一点点，就是没有蹲那么下去，其实重心往前就比较抓得到那个前板，就是透的这个动作，会感觉有阻力，可是又可以控制往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挑战，待会教练应该尽量不服我，然后让我自己独立完成，就是 heel side 跟 toe side 左右这样，好不好？开始了。好，来一二大刀。耶、yeah, ，好，眼睛看，眼睛很重要哦，很好。看向另外一侧，加油，加油。转回来，好，回到中间，好，检视一下自己的站姿。边没人，右边没人。蹲下去，对，手不要怕，手不要怕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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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。耶、yeah, 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要再一次检测一下自己站姿，检测一下自己的站姿。可恶！再一次，好，蹲，站一下，再蹲一下，再蹲一下。好，蹲的时候压你的前脚。OK， 身体往前倾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眼睛，眼睛，眼睛，很好。二。
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挑战，有没有看到教练已经在那边超级高的位置？我们等一下挑战从那边一路下滑下来，然后飞到这个就是气垫上面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教练示范好了。教练准备好了吗 ？OK。好 ，three, two, one, jump in。呜呼！哇，太可怕了吧，教练！我今天真的要完成这个挑战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么高哎！我刚一路这样走上来，越走越不对。在楼下看好像还好，教练，这个我等一下真的可以做到吗？刚刚难是可以，因为主要就是我们你今天有上过滑雪机，然后加上今天我会全程辅助你。好，但是若以之后我们开课来讲，因为我们滑雪机一定是上到一定的程度、一定的 level， 我们才会盖过来。OK， 对对对，所以它其实是。不要怕，它很安全。对，而且它这个东西也是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硬。没问题，希望我等一下挑战顺利。hold 住，蹲低，眼睛看前面。下去的时候就这样蹲一下就好。OK。下去的时候，下去垫子的时候蹲一下。我希望你是可以站在垫子上面。好，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hold 住哦 ，hold 住哦，好，压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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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！挑战成功，耶、yeah! ！今天挑战算成功了、啊， yeah, 太感谢教练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如果接下来有机会，可以做一些进阶一点的练习。对，接下来如果我们有继续的练习，再拍给大家看。Okay, 还是非常感谢教练，不会。今天带我们挑战成功。OK， 那教练，我们这边也即将开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如果大家在未来，就是对于，因为台湾现在也不能出国，但还想要回味滑雪，是不是可以来你这边练习？没错，那就是请持续追踪我们粉丝专页，我们目前都算是在试营运的封测期间。OK， 可以，太幸运可以来这边，没错没错，来这边尝试。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，就是它有滑雪机，然后有这个算人造的一个小小的下坡可以练习。那我是一个很菜的状态下，我觉得多变性非常多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持续锁定他们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就在这边。好了，感谢教练今天带我这样练习。那期待如果下一次我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再来，一定要再来。对，要做一些进阶的训练。当然，没问题。OK， 我们今天节目结束哦，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感谢我们的教练 Neil。对，有兴趣的话记得锁定 SPK。OK，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支影片如果观看次数还不错的话，有超过10000观看，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摄影团队挑战像这样的练习。呼呼！哎，摄影师看到了吗？如果这支影片破万次观看，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连串练习，我们接下来出国滑雪。